日，星期六，这是位于西藏林芝市米林县大峡谷，比较强烈，但是房屋啊那些都没有大的那种损坏，也没有这种开裂的情况。像你看这种是，索松村、索松客栈，或者你看南迦包，就有些地方有一点点那种开裂的情况，但也不是很明显。您看，像这些地方有一点点开裂，也没有大的那种受损，请大家放心。你看这马路这里都是裂了嘛，那么大的一圈全部裂了。啊，这个裂缝也是裂的。对对对，昨晚上吧，对，昨天晚上裂的，就是滚那个石头就听得见嘛。我们就那个山都在哭啊，早上我们一跑出来就听到那个包给天在哭。